三角，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黑暗灵魂三》。走，打大树。飞你！在场上没有很积极的打我，我觉得要想一想，这个树可能还是要把周围的人尽可能先打掉。不然他发威的时候，我除了要躲他，还要躲其他人。实在是有点麻烦。哦，我打飞机他就会发威了。贴身大树看看好了，之前的几只王通常贴身都蛮有效的。范围应该是在他的手和身体很贴心的位置之间的一个范围是可以躲的，太靠近就被他压，太远就被他手挥，我觉得应该这样。
从这边出发，这边比较方便出发。失败了，对啊，我已经死了两遍了。这个王，明明就动作那么慢，怎么那么难打？哇，那我试试看啊，直冲王。整个地板都被打爆，这次网友起码第一段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不过他好早变哦，跟其他网一半血比起来，他很早就变了。
哦，好痛啊！有什么机会可以摸到？太高了。
打赢啦！太棒啦！真的这样子叠一个大洞下来，夸张哎！不过这一只大出来了，它的出场实在是太没有那个。就是他们有一个出场的画面，所以片头的部分我还是用波尔多的。游魂的漩涡，那这样这关我应该是打完了。我回去算一下级。为什么他运气？哪有？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频道，看到最新的。